第一题，关于有机化合物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过，所谓的有机化合物就是含碳的化合物，但是有例外，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碳酸盐类氢化物含有碳，但是我们仍然把它列作无机化合物。所以选项 A 说有机化合物不一定含有碳元素是错的，选项 C 说不含碳元素化合物也可能是有机化合物也是错的，我们的有机化合物都是含碳的化合物。那么选项猪说无机化合物一定不含碳元素，这是错的。我们讲过了，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碳酸盐类氢化物含有碳，但是我们把它列作无机化合物，所以无机化合物也可以含有碳，选项猪是错的。只有选项 B 是对的，含碳元素的化合物不一定是有机化合物，例外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碳酸盐类跟氢化物含有碳，但列作无机，其他的叫做含碳的元素叫做有机化物。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含碳元素的化合物不一定是有机化合物。